后手肘往上这边抬，身体要往里面含，哦，所以不是屁股，不是屁股，哎呀，羞，毕业即解放，接下来陈思阳会为大家带来性感的三点写真集，三点 flow， 来喽，已经在筹备了，你的身体现在指向是这里，你们看，你看这支箭，对不对？表示你现在站的是错的，所以你要站到这里，很好，站到这里之后来开弓。来，引旋，中指碰嘴，中指碰嘴，闭上左眼，用右眼瞄准。好，看看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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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看大家，看吧。看到了嘴巴。不会，如果有的话，教练脸上应该全都是茧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哦，放心。来，瞄好中央，轻轻的划开你的右手，轻轻划，来放箭，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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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好。很好，来开，哎，后手肘往上这边抬，身体要往里面含，哦，所以不是屁股，不是屁股，哎呀，羞，毕业即解放，接下来陈思阳会为大家带来性感的三点写真集，三点 flow， 来喽，已经在筹备了，轻轻的放，哎呦，好可怕啊，上去哪？再一次哈，再一次哈，轻轻滑掉啊！好，打到手了。你斜的耶，我太斜了我。用那个夜视球还给他搭起来，是拿枪射 BB 弹射都射不中了，水球。这个还要拿箭射，逼人。我没有那么穷，那就少花点人嘛。对对，好了好了，我们要决定谁先攻，对，猜拳。哎，这很重要啊！我们第一个人可以把中间拿下，所以你要去，他也要射得到啊！你以为猜拳就可以了？猜拳没差，你不觉得吗？石头布，石头布，没关系啦，大惊小怪。那我们先攻吧，好，我们要圈他，我们就圈吧，圈他。中指在嘴巴，哦，这样还不错，有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，好，我还在以为他射中了，我射，哎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好像有一点有机会的感觉，好难哦，哇，好像越来越远喽，还有一只，他乱瞄了，哇，哇，没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好久，大概上台，好像有机会，很近很近。哎呦，有机会了，好强，有机会了，有机会了，哎呦喂啊！哎哎哎，刚才瞄什么点啊？触框聊，太高哦，好难哦。中指瞄，中指碰嘴巴，中指，中指，中指是谁？对，就是这一根，对。往下，来轻轻滑掉，放。碰到气球，差一点点。加油加油！鱼姿，手要转臂哦，手要转臂哦。转臂。好，来鱼姿坐满，走。很棒，有没有？同样一个位置。都没有啊。没有，所以你要往左上修一点点。上去一点点。你的箭离你的气球多远？往左上修多少？好，左上。它在动哎。对啊，气球在动，射中啊！拜托你，哎呀，差不多，哎，你不要瞄那颗了，你瞄那颗，还有一